你就会吼用卤的、用煎的、用煮汤的吼拢会当。这一包一斤啦，外口鱼啊啥，这两包四啊六啊。我唔免让你开四啊六、三啊六，拢唔免只样叫两包，同阿拉煮阿拉好食，拢无钱两包咯。来两包，来两百块收收钱。哪个来呀？收钱。两个呀，跟哪个呀？应该收钱。来两百块咯。来两百块，这你爱买哦，这信用做好个哦。这间工厂拢卖臭土啊！来两百个要吃无？哎，有会臭土你包起来。三个鱼啊！这你真正爱买两百块俩。啊，你今天好啊！四个个来啊！哦，你先收钱，我送还你。无好白啊！哇，两百咯。你明天退货袂？哎呀，袂当主动。哎，五百下，大家先走你。来两百个买来无？无啊。最后两个尔，买买紧买买买啊！我急做伙，我想讲。来一千块钱，一千块钱。哎，恁无买两个，干啥？要一百张，要食看嘛。最后四包买个现车，分大个现车无？一包，人要试车无？买一百张，要食看嘛。我两个。最后一包一包小小的啦。买个点。哎，无啊无。来试车，来试车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你拿去带就帮我就好。哎，恁今仔到要食玉米浓汤。恁今仔要食玉米浓汤，我玉米浓汁，你玉米浓汤给，我杀杀的。恁来要食玉米浓汤，袂歹啊。这小朋友吃袂歹啊！你若要吃玉米浓汤，我来讲哦。有当时这种物件哦，咱即摆现代社会厝应该加加弄冷气啊。啊，着暗时也要困，啊，把肚要来下这玉米浓汤袂歹，你免买外口买早顿嘛同款啊。这一碗早顿四十块嘞啊，我来讲一人加三碗汤。这三碗玉米浓汤卖三百卖几啊？你有小朋友一定要煮好吃，这两包送你，这两包够你，一个人加五碗玉米浓汤。这间工厂我讲给你听哦，咱若要去西门伊了，阁有一支很贵，有一支炒饭叫冠军炒饭，就是这间工厂做的。伊的物件信用真正好，两个人家你若要玉米浓汤试吃看卖，一百块，来一百块就玉米浓汤，一百块去试吃看卖，真正好吃。一百块阁来要吃玉米浓汤嘛，一百。好钱。这好吃哦，这你爱买哦，一百块俩。啊，这你买玉米浓汤，用我手就当吃左吃一个片啊。好钱，一百块咯。哎，来啊！玉米龙虾，你看这方便，来你加一只。来，来一百块尔，最后一个八十块剩四包，最后一个八十块。八十块稍微吃一只，就冒掉。八十，最后这个稍微吃。谢谢。来，只有你可以收哦，谢谢。啊，这话恁讲哦，这顶管弄死啊吼，伊这叫春鸡白玉泉，简单来讲就是。鸡肉的汤啊，伊甲你加八零钱，吼，我你讲的南部古早味的啦，吼，你若汤啊南边的八零钱，拢算阮南部啊古早味的，食着安尼切切安尼有啊，来我来讲，这真正凊彩煮就好啊。啊，这间工厂叫强酱，吼，伊咧做这个羹啊，信用加做好的，恁食看嘛，这盘装具你甲真正咧食七块落啊，一百落，一百块就好了，鸡肉羹一百块咧，来一百块，若要食鸡羹来无一百。伊这每一条拢甲你加八零钱哦，吼，切切啊，真正好食，古早味的，一百块够买来无？一百块，一百块人要吃无？鸡公一百块咯，一百人要吃无？一百人要吃无？一百块就好了。鸡卷够人要吃无？一百。啊，这鸡公好食啦，伊这有加八零钱啊。这若无加八零钱，我袂叫你买咧。这有加八零钱，我叫你买一百。这也只有够好做伙的，你敢讲？这只有够好做伙，我讲伊拢硬要做好斗阵的，这真正一百块买来嘛，这只有够好的。我甲讲一下，这只有够好的。来，阿姐我来讲，阿姐感谢你，这包鸡块送你免钱，唔好看我吃好的，甲少伊就好安尼啊。你看这好人家无？我过年伊就讲好点头，就要安买啊。最后这一包要吃无？加讲，这好吃哦，拢有啊吼，谢谢，来收。菜头粿要啥物种的？我即摆。啊，好，我会来留个。菜头粿两包了，我拢无啊，两包哩，三包哩。即摆我即煮啊，佫愈好食啊，四包两包。无啊，菜头粿袂了。是啊，你讲了要食意大利面，袂我话啦，无卖我。要食意大利面，手下了。谢谢，感谢无半个。是啊，无你是要叫我卖啥物货人啊？一包恁要食无？一包恁退冰食食啦。即摆尤其我讲话伊听热天到啊啦，热天到啊啦。哦，热天到，咱就是爱食一冰冰啊，食一凉凉啊。一包完全免煮，为冷冻阶段，干那咧透气就当食白醋腩的，搁较好食。啊、哦，来，全部二四六个人家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三百上面只系三百。谢谢你买三百，加一包送你三百块就好了。三百块，你今日若买三百，人家我还讲我就是收你啦，我一包给你啦。谢谢。
你会当家己无聊走去大卖场哦，家己会当去研究一下，这拢有行情的。你去大卖场看，一定管得下偌济啊。这免我直接黑白讲话啊，啊我来讲。今仔日我三包卖你三包，比外口俗差30块，30块敢是钱？30块就是钱啊！你今仔日买三包，我来讲，我就一箱尔，我都俗，我尽量俗给恁吃，我搁加一包送你。一个人加四包，我卖你斤干啊！你卖想我这比外口俗足济啊，300尔，300块，来300块，这社会放，哦，这脚踢踢脚冰冰啊，上盖赞。最后我两个沙发上面吃，最后300块可以沙发。个人要吃无300尔。恁无买人家，你会当买两包东西试食看嘛嘛？这种寿司手卷、猪头米花粿、叉子菜都做好食，100块了。你买两包东西试食看嘛？150，人要试食无？100块，100块好，人要试食无？100块好，你食看嘛？你唔捌对袂买两包食看嘛？睇下几下上。100块好，遐无150，拢有啊，谢谢。是啊，经过你评估。给个你五分管，来，乔安，可以给他说，这箱可以给他说啊，我先给钱先给他。这个挪威博远的情侣都没咸的哈，都不会死咸，最后一箱阿无啊。你啊看金四四这种很清楚啊，这海山哪一地方廿百倍啊？这三地方廿540。你免让你开五啊四，卖你四啊四三啊四，都免先给钱，三百上面去啊。挪威情侣，这地要送你，这地要请你。来，你先给钱，这地要你。来，这地要请你，唔免500，唔免400。我敢大声跟你讲一句话，这盘500你又买袂着，你敢买300对吧？我加一地送你。来，300够买几啊？挪威情侣300。谢谢。阿叻，我搁加一地啊，300块了，袋子给我，几个？3个，我搁加3地。最后搁一个人地，唔免500，300了，300。来300块。我这边地。来300。啊，这你嘛边，哦，四个啊，收啊。300块了，几个台能收啊？四个。一盘500了，买袂着啊，真的啊。300块尔，300免收啊。三包买无啊？来啊！来啊！再过你，一袋卖你30块两免收啊！收，来啊！最后一个啦，200尔啊，拢无啊！最后一个200全部啊，无啊，200块啊，平在车顶啊！最后一个200块上面去啊！哎、欸，你卖给我老酒粉啊，好不好？来啊，100楼啦，100楼啦，你不会买100就好啊。两个，无啊，两个，100好啦。哎，这样，1000块。来，来，这是。你朋友话这个有咖啡。老老咖啡，那个什么？喂喂喂，啊，这来我先介绍，这好吃啊。来，这包人家看，这包叫唐扬鸡腿，我一包1公斤，全部内底拢用鸡腿肉来做。我今日来介绍这包，你一定要注意听，规包拢鸡腿肉，这面用轻盈肉做，这老师啊，唐扬鸡腿块煎的煮的拢好吃，一包1公斤卖600，卖500，三个人加先加钱200楼，来200块，有人要食唐扬鸡腿块嘛200块楼，有人要食唐扬鸡腿块鸡腿肉200块楼，200块200，来，来睇下这个，来，以上恁无买拢无叫我来介绍一个，真正好吃的，来，注意听啊。大家都给接了，来，小号收掉，小号收掉，来，这包给我，人给看，注意看，这包你足重要，这包你要注意看，一定要注意看，来，来，你把铁板留起来，这种物件我卖足多，沙茶羊、沙茶牛，包括讲什么铁板牛牛，我卖足多，这是肉丝，一丝一丝。当牛切出来，搁还生过，这不是，这叫猪梅花，这内底烧肉片规片的，这大片，规片的，这当然你也煮，因为领导领导有买人家病人弄过来，煎好烧，炒好烧就当吃啊。梅花猪哦，这地上弄的哦，这外口就梅花猪上盖无要到200块，200要到500。你要吃梅花猪规片的人家，唔免500、400，来300上面吃300块。你若想吃的话，你来用我烧吃看嘛，真正做好吃，300块而已。有人要吃梅花猪肉的话，300。这块猪肉才有肉啦，300块了。来，我来讲，来，你存这箱了嘛？我加一包送你300块，你今天吃看嘛？猪梅花。小姐。猪梅花就是种上肉的啦，我来讲嘛，你先加钱，我一包给你啊。来，300上面吃猪梅花咯。有人要吃猪梅花无？300块，
欸，我讲真的呢，这棉花肉片我一包卖你银港啊，你敢买得着？我还讲啊，我搁加一包送你啊，300块，搁招一个卖一个伤少啊啦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上个你无要紧啦，你卖卖一个人变两个人变变，我还讲啊，最后一个，我一包搁送给你吃，唔免500，300给你煮梅花，300块最后一个300，最后一个300给你。最后搁一个300好无？卖给我留个一份的好无？300。煮梅花搁有要吃无？300。煎煎的落来，落来叫来袂？你家一份。来，最后一个100落来，没有了，100块上面就100，无买买100，等我起价100。来，无买买100，等我起价100块。无买买100块，等我起价100。第一个买价。我。来，不要把这给我上。来，锅一下八百元。阿健嘞，阿健嘞，阿健。好。来，春江鸟。来，这个运来草莓来，这有啥物？来，这个情况收起来，来客气，你先我要给客气。运来草莓先。来，这几箱你先买袂，这拢无啊。我咪炸家嘞，我是卖甲春江嘞，伊要啥？两万八啦，来两万八，我先来卖。来，你要食高鱼下巴，免一斤，免800，五百上面吃高鱼下巴。有人要吃鲑鱼下巴无？500，我就卖到全家啦。500上面吃来啦。有人要吃鲑鱼下巴无？500，再过你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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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拢我你啦，无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全部三个人家，唔免500，三个人家落啊，上先给钱鲑鱼下巴，是无？你家看，是无？先给钱300落，来300块上面吃，收钱300块。我这边没钱。最后一个300无啊？最后一个沙发上面一个无啊，沙发。我来找你。最后一个沙发上面一个下巴300块。沙发搁一个上面一个沙发。300块上面一个沙发。